我们喺雪柜拎出嚟嘅一分半啦，唔系好多啫，得啦。做唔得，都唔係好頻搏嘅咯，搞唔耐嘅咧。翻翻就行，你點食得啦？係啊，要比較苦得重，比較苦得重。可能我食得落架。手背琴咧，即係冇意識，冇咁意識嘅。好，飲個茶啊？唔係，你估我想？增添嗰堆醬料咩？佢本身有啊嘛，呢種芝士，唔係呢種，而係個底啊，燉蛋咧。
諗起叉燒包，誰人愛食叉燒包？利用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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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利用包。我的爱，人家是哪一样？哪一样？广东包，山东包，广东包，广东包。谁人爱吃广东包？爱人爱吃上海包，爱人爱吃利用包啊，锅包啊，蒜尖。叉烧包，我还是爱吃叉烧包，我还是爱吃叉烧包。有馅啊！好似咧，条白裤咧。黐咗污糟，個樣似有咗咁嘅稱號啦。賴污啊，胡偉聰又長，真鹹咗個噃。豆子啊，咪就係咯，相當顧客。佢炖呢啲嘢出嚟，嗯，而家咁，多少只啊？哇！好熱啊！唔係個身啊，而係個包啊，但未夠飽噶，因為唔同嗰個字面嘅描述，冇錯啦，就係啊，有所聯繫啊。唔多介圍嘅喎，真係咁樣，印翻上嚟咧。哎，周華，夢寐以求啊，有所奢求啊，因此啊得到咁嘅要求啊。流頭啊！都唔算啦，佢唔係咁嘅形狀。我擺翻好啲，佢唔需要
再諗。